整个入冬以来最冷的一次，我们很幸运的碰到这银白色的世界里面。零下负四点五度，负四点五度啊、哦，在下的这个好像是。应该是冰线了、哦、那现在应该是慢慢都在卸了、哦、我身上是这个，这应该还不算，应该已经慢慢算雪了、哦、应该慢慢已经算雪了。